去。你的伤没事吧？明天还能赶路吗？小姨子，不碍事。师叔，这种镖我还真没见过。我看看，这不像中国的玩意儿。江湖上没见过这种啊！我说你到底得罪谁了？哎，现在当务之急是地图都被盗了，想想该怎么办吧。盗？我的东西那么容易盗啊？除非把我给宰了。不对，宰了他们就更拿不到了。哼。说，你没有地图？我当然没有了，地图被我爹带走了，要不然也不会跟你来这儿。我说呢，几次三番不交出地图，人命攸关，你在这逗我们呢？哎，你别急啊，我说了，我手上没有，但是这儿有。我这个人吧，没什么别的本事，就一点，记性好，凡是看过一遍的东西全都能记住，更何况九幽地宫图在我们家多长时间了？你有这本事，我信。所以说呀，你们无论如何都得带我去。九幽地宫图仅此孤本，再无分号。还有你，对我好点。师叔，不碍事。